拿着不干了，出去。赚了，我又赚钱了，赚了500万。恭喜你啊，超哥！你打算什么时候请客？我打算辞职，从今天起，我再也不用加班了，再也不用担心工资了。我现在就是辞职。拿着不干了，出去。陆超，跟领导说话要注意语气，你要上天了。我就上天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又赚钱了，从今天起，我终于可以跑到你的黑名单里走了，我自由了，再见。过来，要怎么了？那彩票我拿来看一下，确定是假的。哎，应该是我的彩票啊，没人家没有。算你反应快。大哥，你没想到我，手机钱都给你。大哥啊，我是来兑奖的，我是投钻奖的。吓我一跳，吹成这样，我以为打劫的呢。你这票我们兑不了，这次不是已经兑上了吗？看清楚了，我们这是体彩，你这是福利彩票。对，500万，我的500万啊！经理，求求你，让我回来上班吧。想回来上班啊？你当初辞职的时候不是挺厌弃吗？当初人傻无助，如果你能让我回来，我愿意待10000年。那工资呢？3000。什么？加3000？哎呦我的妈！小鱼，你们同事要回来上班了，不欢迎吗？欢迎超哥回来上班。